法国的麦当劳。其实看不太懂他说什么哎、欸。好，对对，我有看到忍者龟，还有这边呢有 Hello Kitty 的玩具哦 ，Hello Kitty 太空人的。哦，请跟人说嗨。法国他们点餐都是用这个，用这个荧幕点。Good. OK， 就是用这个荧幕点餐，用餐啊！看这个儿童椅，好可爱哟、哦。OK， 金刚爸说嗨。看一下呢，我们就点了简单的儿童餐，基本上都是汉堡。小麦退休的普爸来帮我们组装快乐儿童餐的外观哦，所以它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看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OK， 这个快乐儿童餐是可以撕下来变成一个盘子，然后他们的翅膀上面呢都有写着英文字母，有 A B， 然后那边有 C D， 然后我们现在组装 A B， 照着英文字母组装，装完之后就是这样子，很立体的，然后有一根羽毛。Do it, Mom. 打开第一个玩具。换我打开。好，下一个换你。不要打开我的，好吗？好。帮我们。轻轻的拿出来好吗？帮我们。所以这一组打开之后呢，是这样，有一个 Angry Bird， 好可爱哦，它看起来好生气哦。OK。然后还有这一些配件。OK。还有这个，有个说明书，说明书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请感觉示范，这边有一个洞，你把它捅进去。好，不要动哦。色。现在呢，把这个排好之后，然后这个面对的。好，现在请我爸帮忙开始。好。普爸好厉害哦，刚刚好射到，现在换感感了，耶、yeah. ，好厉害、哦，真是好疯。玩猫战，哇，哎呀，哎，Can I play again？对啊，一样的高架。嗯，还有一个说明书。哦，有这么多种。You recognize this person? You got it. Thank you. 不得。拆开来之后是这样。这是放这里还是放这里？还有一个擂台。OK。还有一个。这是猪猪吗？走、okay. 嗯。然后呢，是这样子叠上去的。OK。Go。这个是从下面撞的，刚刚那个是从上面，这个是从下面。好酷哦！真的好酷哦！妈咪，去捡起来。Push the button. One, two, one. Yeah. Oh yeah. 没有对准。Let's try again. One more time. 再一次。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ime. Go. Wait. Go. Go. Okay, go. One, two, three.成功，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
玩具还蛮好玩的。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法国麦当劳儿童餐的玩具愤怒小鸟 Angry Bird。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哦，请干爸说拜拜。拜拜。阿邦头翻过来给妈看一下，好可爱哦！阿邦，你头侧边，侧低低的，好可爱哦！小鼻子，来，一位了，好可爱哦！